日前某天下午，搜狐视频在首都机场巧遇回京的高晓松，和他一起走出闸口的还有乐评人科尔沁夫。只见穿着同样 T 恤搭配短裤的高晓松和科尔沁夫并没有助理陪同，都没有携带过多行李的两人一路轻松有说有笑向机场大厅门口走去。走出机场后，高晓松和科尔沁夫挥手告别，随后独自登上在路边等候的座驾，由司机载其离开了机场。也许是一路路途令高晓松感到有些饥饿，只见司机一路开到了一家不起眼但十分爆满的羊汤馆，高晓松迅速进入店内，但没过一会儿又迅速离开返回了座驾。也许是食客太多，也有可能是临时改变了主意。随后司机驾着高晓松又来到一家老字号卤煮小店，没到半小时高晓松便吃饱喝足，将长发别在耳后，一脸满足地走出了餐厅。见时间还早，高晓松随后命令司机将其送到某写字楼楼下，前往某公司停留了将近两小时。当高晓松再次走入座驾时，搜狐视频本以为忙碌一天的他或许应该返回家中休息了，但他便又乘车来到一家美容中心享受舒适的全身按摩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看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